先请问一下，就是上礼拜所说的分组名单呢？好，那个各位同学，就是白板上这些同学还没有分到组。那现在的话，等一下，36366378192982101301，请问这些同学在场吗？可以举个手吗？就是，好，OK，那个现在目前那个你们有两个选择，就是因为现在第十二组那一组只有9个人啊，那个第十二组有意愿要收一点人进去，还是你们要加第十二组吗？或者是你们可以自成一组，就是这些人自成一组。你是130，那请问你在 A？等下，我找一下。130。我没有看到你 A，我没有看到你 A。等下一个，你先报，你报一个号码。对，然后确认一下他。算，你跟阮丽哲同组吗？你跟阮丽哲同组的话，我看一下还有号码好了。糟糕，你说我跟，我都有看到阮丽哲，是他吗？你们这，所以现在只有你们这一组的。我就是阮玉哲。好，OK，等我一下。所以你也不知道你哪一组。我们当时好像就莫名其妙就结识。等我一下，我现在是一般的。130，但你就是啊。但我就是蓝玉爽。啊，要不然等一下，你，等下你现在跟谁同组？你跟我讲名字，你先跟我讲跟谁同组。74号，再调回去，怎么办？74号，所以你是第。所以你是第八组，没有，其实是第这边应该是第九组，是。好，那个现在黑板是不是？现在白板上这些人就是还没有分到组了。那请问你们是要加入人数比较少的组别，还是你们要自成一组呢？有这现在是有13组，啊，现在这些人还没有分到。那人家请问一下，36367881929812131138，有人在场吗？都没有，都没有人在场。
欸，那这样我要把你们制成一组咯。好，都没有有意见，都没有有意见。欸，那这样子这些人就制成一组咯。OK。好，那我们就以呢这我们所选用的这课本，它第三章，然后简单复习一下这一度空间的这直线，所谓的直线运动。然后呢，它主要呢就是所谓的这直线运动。然后呢，首先呢，我们就可以将呢这就是所谓的这运动学呢，就是可以简单的说呢，就是在描述一个物体在时间跟在时空当中它的运动的一个描述。然后呢，这一个物体它的运动可以分成三个种类，就是这移动、转动跟振动。然后有时候呢，这个物体它的这运动呢，是这三种的一种这混合，有可能呢，它同时做移动，然后呢，它这然后还有这个转动，或者是呢，它可以同时的做移动跟振动。然后呢，就这课本的图 3.1 呢，就是这三种运动的描述。这 A 呢，就是所谓的这移动。B 呢就是转动，然后 C 呢就是所谓的振动。那有时候呢，这物体它的运动可能是这种三种运动模式的一个混合，有可能呢它同时呢进行这移动，然后跟转动，然后或者是呢它在这振动的时候，这同时呢做所谓的转动。然后呢，我们这主要呢，就是在借由呢所谓的这直线运动，然后呢就是复习一下，就是这一些所谓的存量跟呢这向量。然后存量呢，就比如说呢，在这所谓的这直线运动当中，就有所谓的速率，就是所谓的存量，它是只有量这量值而没有方向。所以呢，就是就像呢这图当中呢，如果说呢这 A 呢，它呢是朝着这正 S 方向的这行进，然后呢然后在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它返回，然后 B 点。所以呢，它的这如果说呢，我们是要算这个所谓的速度的话，我们只考虑它的这后来的位置跟这原来的位置之间的差别，也就是在图当中的 delta s。然后呢，速度是所谓的这向量，还有呢这量。这它有这数值，还有这方向上面的考量。那这平均速率呢，就是它是跟就是有可能呢跟所谓的平均速度是不一样的。这平均速率呢，它是由所走的距离除以呢所经过的时间，而呢这平均速度呢，它是一个向量，它是由呢这就是这它的位移除以它所经过的时间。然后呢，这不仅呢它们的值有可能不一样，然后呢就是这速率呢，它只考虑数值而没有方向性，所以通这速率呢，它通这是
就是可以说，就说呢，就是通常呢，就是把它这记载成一个正值，然后呢，速度呢，它有就有可能是正的，也有可能是负的，因为呢，它还要考虑它的这个方向性。所以呢，如果说我们将呢一个，如果说像我们刚才的这上一个投影片所表示的，我们要求呢从这 A 点走到 B 点，它的这平均速度的话，我们就是将呢这个 A 点跟 B 点它的这它这 B 点是这后来的位置，然后呢 A 点是原来的位置。它们之间的这个位移，然后除以这就是 delta s 除以它们所这一个人呢，他是从 A 点走到 B 点的时间，就是他的所谓的平均速度。那在就是如果说我们将一个物体它的这直线运动，它的这它的位置跟时间去做图的话，那我们如何去求出它的这所谓的这一个时间范围之内所谓的平均速度呢？我们就是把呢这个就是它的这两点，它的这斜线的斜率，就是所谓这在这 ST 图上面的这两个时间点，它这之间的这斜线就是它的斜率，就是它的所谓的平均速度。这也就是所谓的 delta s 除以 delta t。那所以说呢，我们就是除了呢最后面有两题呢，就是这请呢这两组下个礼拜。就是在练习，然后呢，我们在这课堂当中也有几题呢，就是算是加分题。有哪一组要试试看？就是这复习一下所谓的这平均速度跟平均速率的不同。就是如果说呢，这个人呢，他呢，就是这我。就是这走到呢这个所谓的银行，然后又走回来，然后呢他花了30分钟，那他的所谓的平均速率是多少，然后他的平均速度又是多少，有哪一组啊都刚好啊，那一个男的举的比较快，你们是哪一组？要上来那讲解哦。就是以每分钟可以走过的这街道来表示它的这平均速率跟平均速度。所以那我们先问一下，就是这银行跟这他的家呢，是有当中有几个街道？五个。好，那要让你们再想几分钟啊，还是这个所谓的平均速度跟平均速率的差别，应该平均速度是很简单啊，最简单的就是平均速度，然后平均速率呢？
大家上一堂课上的头昏眼花了。好，哪一组愿意上来，然后呢讲解这一个题目？好，就请组员他的组员一同上来，好不好？他只有一个，他那一组只有一个啊。你们第几组啊？知道吗？第三组。好。平均速率是多少 ？A 到 D 哪一个选项？它是来回哦，它是走回来哦，在这30分钟当中，他是去了银行又回家哦，所以他的平均速率是多少？好，谁要来回答？所以我想讲答案是不是？就要讲解一下，讲解一下是不是？好了，讲解一下，就怎么讲？就路径长是10个 block， 然后要除以30分钟。哇！然后那个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是零。啊，另外一个答案是零，这样。好，那所以说，请回座啊。好，那这一个，所以说呢，平均速率就是他，因为呢，他是在这30分钟之内呢，他是就是去银行又回家，所以说呢，他这就是他是10除以30，所以说是1/3。然后呢，因为呢，它的位移是零，所以说呢，它的平均速度就是0除以30，就是零。有问题吗？这很简单的复习一下所谓的平均速率跟平均速度的差别。那这平均，那如果说呢，所谓的它的除了速度，除了平均速度，还有所谓的瞬时速度。那瞬时速度，如果说呢，我们将呢一个物体它的这 ST 图，因为我们现在呢只讨论所谓的这直线运动，如果说我们将它的位置跟时间的关系图画出来的话，那我们如何得到它的所谓的瞬间速度呢？就是很简单的，就是将呢它的这特定时间点，然后画一个切线，然后这个切线它的斜率就是所谓的瞬间速度。然后呢，是这瞬间速度，如果说在瞬间就是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的话，它的这速度跟速率是没有差别的。所以说呢，然后就是所谓的瞬间速度，如果说有所谓的瞬间速率的话，就是瞬间速度跟就会等于瞬间速率。那这一个这平均加速度，就是它也是一个这向量。那它的这它的值呢，这对于值来说呢，那就是将呢这个所谓的这速度的变化量除以呢它所花费的时间，就是这它是花了多少时间才能达成这样的这速度的变化。然后呢，所以说呢，就是如果说它的这速度变化量是 delta v 的话，它的这所经过的时间我们标记成 delta t 的话，它的平均加速度呢就等于 delta v 除以 delta t。但这个速度它的
它的方向呢是位移的方向，这速度它的方向呢是跟位移的方向相同，而加速度它的方向呢是跟呢速度的变化量是相同的，它是跟 delta v 它的方向是相同的。那它也这加速度也有所谓的瞬间这瞬间加速度，它就是简单如果说呢就是它的这将呢一个的这物体它的这速度跟时间的关系图画出来，然后呢就是这它的这瞬间加速度呢就是在一个特定时间点它的这画一条切线，它的斜率就是所谓的瞬间加速度。那这在以微积分来说的话，就是这 a 呢就等于 dB 除以 dt。所以说呢，如果说呢，我们在这个这我们将呢一个物体，比如说它的这 vt 这速度跟时间的关系图是这是如图上所示的话，如果说我们要求它的这所谓的平均加速度的话，我们就是这就是用了那两点，然后呢就是画一条直这斜线，然后它的斜线的这斜率就是所谓的平均加速度。那不是，但如果说呢是瞬间加速度的话，就是那一个特定的时间点那画一个切线，然后呢它的这切线的斜率就是所谓的瞬间加速度。那这个能下一组吗？另外一组有谁？应该也是蛮简单的，就是如果说一个车它呢它的速率是相同的，有可能呢它有所谓的加速度吗？在像这一个车它是以这等速率行驶的时候，它有可能这有加速度吗？好，那个穿红衣服的男同学举得最快，请问是哪一组？十二。那啊，怎么了？十二。那个组员呢？然后一起就是将这一个答案讲解一下啊？不太。喂，先是要那个讲解的。嗯，好，字题有没有可能它是等速率行驶，然后会有加速度？有，答案是 A， 像是圆周运动，等速率圆周运动。哦，相信你们都会啦。这样可以了。可以。你们这一组人有那么少？好，那就是因为他有可能过弯的时候，他的这虽然说他速率可能保持相同，可是他方向改变，所以说呢，他就可能就有所谓的加速度。那接下来就介绍所谓的这自由落体运动，然后它就是一个所谓的在垂直方向的一个这等加速度运动。所以说呢，如果我们接下来就介绍所谓的等加速度运动跟等速度运动的它的区别。那区别呢主要是在如果说我们的就是在就是以特定的这时间范围，
然后每隔一个特定时间范围呢去测量这两种运动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如果说呢是等速度运动的话，它每一个这如果说呢它的这时间间隔相同的话，它所走的距离是相同的。可是呢，如果说是等加速度运动的话，它的这每一个时间相等的时间范围呢，所走的距离不会相同。可是呢，它的这就是前一个时间，就这时间范围跟后一个的后一次这量测的时候，它的这所走的距离的差是一个定值。那比如说呢，像这图当中，这上面就是所谓的这等速度运动，它的这它的，然后呢，下面呢就是所谓的等加速度运动。如果说呢，我们每隔一秒呢去测量说呢，它所走的这距离是多少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上面的这以上面的这地址就是它是一个等速度运动的话，它的这每一秒所走的距离呢都是相同。可是呢，如果说呢是下面它是一个等加速度运动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它呢就是这是它每隔一秒去测量它所走的距离的话，它是不相同的。可是呢，这是前一次测量的时候跟后一次测量的时候，它们之间呢所差的值呢都是相同的。比如说呢，像这个它都是差4m。它呢就是在这个在下面的图呢当中，它呢虽然说呢它这第一秒跟第二秒去测量的时候，它是可以发现这个物体它所经历的这位移呢是不一样的。可是呢，它呢这我们可以发现，如果说我们再去做更多次的测量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它的这就是每一次测量跟下一次测量的这距离呢都是差一个定值，就是4m。好，那这个呢，这个应该也是蛮简单。好，好，哪一个组？第一组。好，如果说一个车它的这位置跟时间图是这样子的话，那它的这速度是怎样呢？是哪一个选项？没有人要 B。因为这是 XT 图的那个开口向下的斜率，那个 XT 图的斜率是瞬时速度，然后那个斜率越来越缓，所以代表它速度越来越慢。还是有人要反驳的？应该没有啊，哈。那这个呢？哪一个？在如果说这 VT 图这四个 VT 图当中，哪一个可以判断说它的这 A 是这就是加速度是有改变的？好，那个女生举的比较快，是请问是第几组？前面的女生，对啊，第五组。好，
答案是 A C D。啊，哎、欸，啊，C 答案是 C， 对。还好吗？我靠！你笑得好坏吧？因为 A 跟猪就是猪是写直线，所以所以它的斜率没有改变，那斜率就是加速度，所以加速度就没有改变。那 C 的斜率就是加速度嘛，啊，那加速度加速度有改变，对，帮我拍手，拜托。有问题吗？是。好，那这个呢？如果说 VT 图的话，那它的那个它的运动的这它的行驶是下列三个选项，哪一个是正确的？好，哪一个穿直牛仔夹克的啊？第八组。怎么没有人鼓掌？答案是 A， 对，他因为就是因为他慢慢加速之后，然后呢以等速率行驶一段时间，然后再慢慢减速，对。怎么看得出来他有慢慢的减速？因为他就是他后段他斜率是负的，所以他是减速度。好，那这个我们不仅可以看这个就是斜率，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用所谓的这它所为的面积。如果说我们看面积，以面积来说的话，我们呢如果说看呢这个这 B， 如果说将来一个这物体它的这速度跟时间的关系图画出来的话，我们的面积可以得到什么？就是它的位移，从它的这 VT 图的这面所谓的面积，它就可以曲线下面所谓的面积呢，我们可以得到它的位移。那如果说从 A 跟这加速度跟时间的关系图所谓的面积，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呢？就是它的这所谓的这速度。这其实是 delta v， 然后呢，就是我们要算它的这个所谓的面积的时候，我们呢就是通就像这个 v 图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呢就是在这曲线下画很多个这矩形，然后算这个矩形的面积。然后呢，原则上如果说我们画的矩形越多的话，我们所算出来的这个面积呢就越准确，就是越能够代表说呢这个曲线下所为的面积。这个应该微积分应该就也是就是你们上一堂微积分的这个内容啊？没有？没有吗？哦，好，那这个呢？哪一个？好，第几组？第二组。第二组。好。
就是它的 VT 图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如何去知道说呢，它的这位移是多少？然后它的这后来的，它是说呢，后来的位置相对于原来位置是多少？可以从这个 VT 图来看吗？怎么求得说它后来的这位置跟相对于原来的位置，它是在哪一个位置上面？声音够大的话就可以不用。如何从这个 VT 图知道说它呢后来的位置跟相对于原来的位置是如何？哦，你 VT 图的面积就是位移，然后在正的就是，就是正的，然后在负的就是负的，所以面积是一减二，所以答案是 C。好，那我们就下课十分钟再继续哦。啊，怎么了？各位同学，就是有订普生的，现在到了啊，请来这边领。啊，还有，里面有声音吗？里面有声音。啊，对了，上次没有领实验衣跟护目镜的，也过来这边。还有一台计算机。先收你觉得先收起来、没有，不是，我说因为现在讲假班一半都在，我话比较乱，所以啊，但是没有，我觉得你在群组里面开多秒，但是如果现在不没有排斥，就是谁没有非常排斥？你知道什么话术吗？真的，我是说真的。这个是第一波的人啊。对，第一波。好，没有，我们是这个。对。这是第一波。对。你的实验仪跟护目镜上。那个前面这些普生是第一梯的哦，第一梯。啊？还是有第二梯？他说他的 size 不对，可能是第一梯有人拿错。我的这个实验仪是最大的那种。是九月十七号之前。那个，请问一下，林廷宇有来吗？林廷宇。林廷宇同学，等一下起来找我好吗？林廷宇同学。
然后谢庆真同学有来吗？谢庆真同学有吗？没有。好，方伟成同学有来吗？方伟成同学先来找我一下。然后吴风静吗？我有念错吗？吴风静有吗？有吴风静，请来找我一下。小班费吗？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怎么念啊？手册。完来是虚六十号。小猪吗？好，你是几号？六十。好 ，OK， 不用。前面，那个乙班副班带现在在吗？那个有人要缴班费，好，就是去找那个举手的女生，对对对。各位同学，没有了，假班的就好了。那个我要选总务，快点，有没有人？有没有人不讨厌这个工作？有没有？有没有人想要数钱数到手抽筋那种？快点，快点！我现在很需要有一位可以交托这一份重责的。你是乙班哦，害我以为你要自愿，害我感动了一下。快点，然后加乙班，加乙班，快点！有想做总务的就举手，乙班要收到假班的不行。很难说，其实 我不知道干部的时数怎么算，对，所以很难说。好，我们直接讲嘛，请假班同学起立，全部假班起立。啊，然后你现在已经有当干部的可以坐下。
然后你如果200%不愿意当任何干部的话，请现在也坐下，非常非常不愿意的意思。好，那你们两个猜拳吧。你三个后面还有一个。好，输的好了。那就交给你了啊！我之后再问西班可不可以给你食宿这样。好，请问你几号？41。OK， 好。好，然后现在是乙班的。乙班好了，好，太棒了，谢谢大家。是虚，应该没有问题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介绍，如果说是所谓的，就复习一下所谓的，如果说是所谓的等加速度运动的话，它的这有关的公式，就是这速度。它呢，如果说我们把呢，它的这就是这它的开始的这时间定成是零的话，然后它的这个初始的速度定成 V0， 然后呢它的这个后来的速度呢就跟呢就这个初始的速度有这样的关系， V 就等于 V0 加上 AT， A 就是所谓的加速度， T 呢就是它的这个时间，然后呢它的后来的这个位置就是 S，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只在探讨所谓的直线运动，然后呢就是把它取成是 S 方向，然后呢所以说它后来的位置呢就等于它原来的位置 S0 加上 V0T 加上呢二分之一 AT 平方。那因为呢就是其实呢我如果就像呢这个图我们可以画出，就是像这右边的图，那其实呢我们把它的这 VT 图画出来的话，那它的这它所谓的面积我们刚才就复习到，就是所谓的位移，就是 Delta S 就可以看成是 S 减掉 S0。那他就是他要求这个，这是因为呢他是所谓的等加速度运动，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他的这斜率是这相这是一定的，然后呢所以说呢那这样子呢他的面积我们可以怎么求呢，就是这如果说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矩形的话，应该就可以，这应该国中就有看，就上到就是这二分之一上底加上这下底乘以高除以二，所以上底呢就是 V0， 然后下底就是 V， 然后呢这高就是可以看成就是 T 它所经过的时间，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也可以用呢这二分之一 V0 加上 V 乘以 T 再除以2来表示它的 delta S， 那就可那呢所以说我们就可那这 S 呢
就是在就等于 S 零加上二分之一乘以那刮弧，这 V 零加上 V 除以 T， 那乘以 T。那这个公式呢，其实呢就可以看成呢，就是由这个公式而来。我呢就是将呢这个 T 呢，以 V 减掉 V 零除以 A 来这带进去，就是将 T 呢以 A 分之 V 减掉 V 零带进去，我们就可以得到像这样的公式，就是这。V 平方呢就等于 V 零平方加上 2A 乘以 delta S， 这 delta S， 那 delta S 呢就是这可以看成是 S 减掉 S 零，因为我们现在是探讨直线运动。所以说呢，这就是这可以说呢，就是这跟呢这个所谓的直线的等加速度运动有关的三个公式， V 呢就等于 V 零加上 AT， 然后呢 S 呢就等于 S 零加上呢 V 零 T 加上二分之一 AT 平方，也可以写成是 S 零加上呢二分之一乘以刮弧 V 零加上 V 乘以 T， 然后呢就如果说呢我们把 T 就等于 A 分之这 V 减掉 V 零呢带进去，我们就可以得到第三个公式 ，2A delta S 呢就等于这 V 平方减掉 V 零平方。这个应该在这高中的物理应该就有介绍到，简单的复习一下。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介绍所谓的自由落体运动。然后呢，在自由落体运动在地表附近呢，它的所谓的重力加速度都是一个定值，然后呢，通常标记成 g。可是呢，我们这如果说呢，像这，因为呢，它是向下，它的加速度呢，它是有方向性的，它是一个向量。如果说我们取呢这个向上为正的话，我们就可以它的这向下就是负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在图当中呢，它的加速度是这 g 要取负号，就是原因呢，就是如果说我们把呢向上取是这正方向的话，向下就是负方向，然后呢就所以说呢，那它的公式就很简单，就只是将刚才的这 a 呢以负 g 带进去 ，v 呢就等于 v 零减GT， 然后 Y 呢就等于 Y 零加上二分之一 V 零加上 V 乘以 T， 然后 Y 呢就可以等于这 Y 零加上 V 零 T 减掉二分之一 GT 平方，然后呢，然后第三，然后如果说我们把呢 T 呢以这积分之这 V 减掉 V 零，然后呢要考虑到它的这是这它的方向。性是往正的话，它是这等于，它是这要除以负 g， 然后所以说呢，它就可以就会得到呢 v 平方呢就等于 v 零平方减掉二 g 乘以呢这 delta y， 也就 y 减掉 y 零。那可是呢，就是这个，在这理想的情况之下的物体呢，它才会进行所谓的自由落体运动。因为呢，在这就像呢在图当中的这个真空这一条线所代表的，然后呢，因为呢它是就是它是一直的就是如果说呢它的初始速度呢是零的话，然后呢它由于受到呢这个地表附近的这重力加速度是一个定值，它呢就是这速度就会越来越快，然后呢直到落地的时候，它的速度呢就会达到最大值。可是呢，在真实情况之下，就像呢这个图当中红色线所表示的，
它呢，其实呢，在这空在这在落下来的时候呢，会受到一个所谓的空气阻力。那这而且呢，空气阻力它有一个这有一个特性，就是它的这一个阻力呢，它的量值是跟呢这速度速率呢是成正比的。当然，落下的速度速率呢越快的话，它的这空气所受的空气阻力呢就会越大。所以呢，就是它的这就所以说呢，它的这速度呢，落下来的速度，它速率呢，它并不会是像呢这黑色这一条线所表示的，而是反而会像红色的这一条线所表示的，它会到达一个极大值，然后呢称为所谓的终止速度。因为呢，它有所谓的这会有所谓的空气阻力，受到所谓的空气阻力，所以说呢，它，所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所谓的这终止速率呢，终止速度应该要比呢，这如果说它进行自由落体运动的这时候，它的这落地的这速度还要来得低。那有问题吗？我们就是简单的就是介绍这水平跟垂直的这一维这直线运动，然后我们所以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我们就介绍下一周要解的两个题目咯。第一个题目应该很简单，就是这一个如果说我们将呢这砖头以一个起重机，然后呢这以这一个定的这一定的速率 6.0m 除以 s 把它呢这拉高到这离地 2.5m 的时候，然后让这砖头呢就进行所谓的自由落体运动，然后它到达地面的时候，它的这速度会是多少，这个砖头的数目会是速率速度会是多少，有问题吗？应该很简单哦。然后第二题呢，就是说呢，有一个兔子它往北然后走，然后呢它这往北走，它原先的速度呢是 16m 除以 s， 可是呢它看当然它突然呢回头看到呢离它 15m 的这后方呢有一个狐狸跟着它，而且呢它的这个狐狸的速度呢是 28m 除以 s， 然后呢当他们发现彼此之后，他们就进行所谓的等加速度运动，然后呢兔子呢是它的加速度是 8.6m 除以这 s 平方，然后呢这狐狸它的加速度呢是 4.8m 除以 s 平方，然后狐狸它最后狐狸能不能的追到兔子，然后而且呢这是球呢就是它呢这追如果说能够追到的话，这狐狸呢追到兔子它所经过最短的距离是多少，清楚吗？那就如果清楚的话，就请的第一组跟第二组下周就解这个题目哦。有问题吗？应该很简单哦。有问题吗？那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